靓仔鹏起来了。找冯子章。哎，冯子章，来，我进去洗个澡。看妹妹，见老头。妹妹呀，你试一下。记是这个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就是这边很厉害，这个是 G， 知道？这个紧一点。嗯，哦，这个好疼。刚才说有点长茧，弄。咦？你怕手丑吗？我不怕。好，但是试一下 B。嗯，对，对，是的。然后这咔咔使劲儿，咔咔使劲儿。对，然后这里拼命的，啊。啊、可以了，好好，行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去，按着别动啊！吃完早饭之后才能下来啊！是这样教学生吗？好狠！手疼了就差不多了，这肯定不可能一下马上就。好弹吗？这个举镜子的女孩，你们顺一下，我们这个左右手双簧啊，立即预备。他踮起脚尖，距离天空更近，却不能旋转。第二个一样，第二句一样。哦，这是谁的歌啊？我只是我唱的，不是我写的。这是你的歌？好像是钱雷老师，作词好像是韩老师。妹妹太可爱了，非常的严谨，生怕把一点不属于自己的光芒揽到了自己的身上。这谁的歌？这是开始背，作词是，作曲是，编曲是。